们挑战一些很难的东西呀、啊，来啊！等一下，让我数一下格子，一二三四五。落地水成功。第一个落地。那第二个的话呢？史莱姆加洛丽水，框架那个史莱姆自救好了，史莱姆自救。那我们先去框框里，就在这里。1.20，再对，再一，方块加体脂质。有观众说方块加体脂质，还是不要好了，这有点太难了。对，然后让我拿下东西，俺个星辰也没拆，然后呢，蓝色，玻璃啊！你抢你看，干嘛？来哦！哦，这是我第一次拍影片呢。啊、哦，好，好那个。然后，这自然，来喽，3、2、1。哦，哎，还是简单一点的啦，就直接闪一个。我想到，就直接一个。哎，那个方块梯子就叫，就直接方梯子之就，梯子之就。梯子。来，在这里哦。这样这个高度可以吧？哦，我也成功！哦，两个高的，就一个，应该在这里。为什么？再次，这么高应该可以。哎，等一下啊，等一下，
练习超久了。好的，来来来，你再来就可以，好不好？再来就可以。成功了。对，好，成功了，耶、yeah ！终于接下来，跳下来，花式两圈，哎，花式三圈，再落地水，要玩的要未成，要那个完成这一点的话。很高，知道吗？泰国是土耳其的，是啊，怎啦？嗯，泰国是土耳其的。对的。那我们先来到三二一，三，哦，没成功。你过来这么时刻了。那安静，你看。一二三，怎么了？那我来，我们看看有没有新人。对，哇，嗯，应该没有，全部都是有，没有，你看，你知道怎样？在创造模式中可以掉落物吗？这是一件超难的，超简单的。什么？那我们看，那弄了哪个？你直接这样，你后退一点，再想想。没有钱啊！我看有没有钱啊？
青蛙真怪的。江苏人，我去。我们看看这个东西会不会怎样，会怎么样？那我们伏击黑曜石。好久没看，我直接用伏击黑曜石啊。多放放快，我在拍你。你暂停一下吧。OK， 好吧，那这期影片就到此结束了，拜拜。